这次汉光演习首度封闭国务院，首度在国防部进行演习，双方相继发生不断，还不时传来许多闪光。这是汉光32号演习，国军在雪隧前模拟与敌军交火的瞬间。行动在23号凌晨0点展开，凌晨1点完成部署，现场还有许多军车来回行进，大批国军弟兄在隧道口前整队出发，开始操演。 这次汉光演习，首度封闭国务雪隧进行推演，交通警察和军方都在头城交流道口待命，此时交通管制。凡是北上车辆一律禁止通行，但有许多想回台北的民众却不知道这个消息被拦了下来。那走那六天，那么久啊？那叫怎么办？都可以啊。你要回台北啊？回台北啊？哦，那现在不能上去了。哇！北上都不能上去？对。要回北上去走回公路或是过来公路？这样子。 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在演习啊。哦。没想到不知情的民众还不少。听完警方解说之后，也只能乖乖的走北宜公路或替代道路回家。而汉光演习大约进行了3个小时，在3点半左右结束。国道5号也大约在4点半恢复通车。不过24号凌晨0点还有一次封路演习，提醒用路人要特别留意，提早改道。记者林奕生、周世平宜兰报道。